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孔家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孔叔叔。哦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哦吼，今天呢小孔叔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玩具，仿真比例无线遥控车模系列东邦模型 DB 东邦模型。哦吼，怎么样，这个车子酷不酷？哦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不是兰博基尼哦，这是布加迪威航1:26的仿真车。我们现在已经等不及要把它拆起来啦。我们看一下，上下并没有多余的胶带。来看一下我们拆出来之后，哇，好新啊，崭新崭新的车子。这辆布加迪的遥控器非常的新。哦吼，那我们来把它拆掉吧。哦，它是用铁丝固定在这个上面的，我们要去找一下我们的螺丝刀，咻咻咻。这是我们的遥控器，遥控器，哈哈。我们再把固定它的铁丝给它拿下来。现在我们把布加迪的束缚 取掉吧。现在我们的布加迪正在慢慢的挣脱我们的束缚。哦，它现在是一辆健康型的跑车啦。你的天哪，你的天线稍微朝上一点好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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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这是我们的布加迪。我们的螺丝要锁上去。拧紧。好了。哇，这是一辆非常炫酷的车。它的后引擎盖也非常的酷。我已经等不及要试开这辆布加迪啦。 And then 我们把螺丝卸下来，打开螺丝孔，装上我们的电池。好，现在我们是有电的情况下啦。嗯哼，布加迪威航，哇，真是一辆闪电一样的车子，瞬间就开不见了。
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极限速度，看一下它有多快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原地漂移，360度特地大循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这里是小孔家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孔叔叔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喜欢的话，请点赞并关注小孔家吧。再见。